请需要汤匙。我好了。Hello， 一云房间的大家，我是小晴，大家晚上好。Hello， 小晴直播间的大家，我是小晴，晚上好。他说一云房间的大家，他说先开，而且他还是用我的手机架，为什么？他现在在帮蔡雅恩不知道干嘛，弄冰块。晚安，晚安，大家。你过来露个脸好不好？大家想看的人在这里，这里想看的人是我，所以他不能出脸。Sorry。然后爸爸这样子说。我上小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吃什么。没错 ，Daddy。这个是，我今天去一间店，就超鱿鱼。我发现很多鱿鱼，因为我自己超喜欢吃鲜鱼，就是鱿鱼这样。很棒。OK。你可以寄很多串，你可以寄很多粉。然后 ，Hello， 大家好。这真的很好吃。我现在有三张鱼壳，有点大。炸弹。跟大家分享一下 Seven Eleven 的菜单，你讲一下感想。你要买哦。我要讲一下感想。但是泰南被油蛋。现在分享一下这个泰南的由来呢，就是因为李宇他第一天到泰国的时候就想说一定要来试试看，但是因为他觉得便利商店看起来太容易拉肚子，是他就没有买，我就没有买，而且因为有点复杂，看起来，因为他就是要分购买方式太，对，购买方式有些店是说要到柜台购买杯子，有些店像这家店好像是杯子直接放在下面，对。然后就可以直接买，就跟我撕了冰一样。然后就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没有那个胆。然后今天蔡雅恩买了，忘记买冰块了。但是很厉害，我真的不敢买，这很厉害，你就直接这样转吗？对啊，我直接装。晕吗，各位？晕，我很晕。而且我强哎，我装了之后就直接带去柜台，他就帮我穿起来，他也没问。我那时候我前几天不是还在观察别人怎么买，然后观察完之后，算了，好麻烦。重点是我没有加冰块。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吗？是。没有他自己，因为这个不稳，这水太少了。因为你把你那个对这个了，这个比较冰。好，不好意思。不行，因为林宇用了我的热水器。谢谢。对，就这个。因为林允，林允的标题是来健身吧，然后他在吃东西。我有健身吗？我标题是来健身。对啊，你的为什么？是不是改了很久？我的标题为什么来健身？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为什么是来健身？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是我们买的凉拌，给你一个筷子。为什么要用筷子？然后呢？因为呢，我们晚餐呢是买的，没办法，而且他还倒了一点点吃出来。对啊，你知道我刚刚把汤匙拿起来吃酸辣汤。等一下哦，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本来我们晚餐已经买了两板的，然后就想说，哎，因为我们在。有点像夜市的地方，路边很多那种烤串，真的很多，到处都是烤串。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好，我们再买一点烤串回去好了。结果我就看到就是路边摊有很多的一串一串的食物，然后就以为是烤串，然后去买，然后结果还是凉拌。是的。好。泰国现在。毛巾，毛巾，毛巾。然后，没事，筷子。太完毛了，你那个很像发簪哎，抽出来，然后散发，然后汤就出来了，救命！我觉得先用这个，好。10点半，对，现在10点半。没有味道，直接。真的假的？因为倒空了。又降落了。因为在地板上。它是不是下面漏洞啊？
还是我们很翻吗？我觉得是翻的、欸，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嗯。哎、欸，我的那个我的脚洗酸辣浴。那也是很香哎、欸。谢谢。这个吗？这没有用。那个泰式按摩都没有这个服务。这没有用的。凉拌，这是泡面吗？因为林依雨来了之后，每天都在吃泡面，傻眼。泡面很好吃。一个傻眼的状态。大家推荐妈妈面。泰国妈妈面。台湾可能要卖130，我不知道，就是那种泰式店，你就都是120、130。谢谢芳芳，谢谢小玉。然后这里超好吃。你有在曼谷卖炸鸡皮吗？然后我还买了妈妈面。妈妈面。是什么炸鸡？那个买的是什么？是炸猪皮吗？还是炸鸡？炸猪皮。炸猪没有买炸猪皮，是法法来的。不是妈妈做的，可是不是的。是。谢谢蛋挞。啊！啊！好吃吗？哎！好辣，林雨。我就知道它很辣。很辣吗？你不是上面有味道？哦，月下面你要搅一下，搅一下应该就味道。我知道，我看到他倒那个东西，我就知道很辣了。你死定了！死定了！刘晓婷要第二次经历辣。没有，他是另外点的。辣椒。哦。哦，哎、欸，我们哎，要不要接着吃啊？我们这边的很多东西都很辣。辣的那个啥，然后。咋？你的牛奶是什么？好啊，牛奶。哎，这是对，这是我们。赶快解辣，解辣，牛奶解辣。是这个河粉嘛？然后是它的酱，然后准备加。哎，这是我加油那个酱青，就是他们外面卖一包包的牛奶。然后谢谢林阳的红包，虽然我觉得我应该拿不到。哎呦喂，这个炸猪肉之类。吃的还习惯吗？因为其实我们都蛮喜欢吃泰式，对，还好。蛮好吃的，哎、欸，我现在有那个酸辣感，我的脚，你说脚吗？其实有辣，因为那个辣椒都很辣，我脚有点清凉。但是一云不吃香菜是吗？对，没有，这就是晚餐啊。都给你吃。可是那个凉拌不是常会有那个番茄、那个香菜什么什么，嗯，都不吃。就只有早餐，然后再就是餐。但是这样方法。张华爬是一路二到登城，他中间有吃啊，我有吃啊，他中间买的东西还比我吃的多，我都没有在吃，我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你不会饿吗？中途有一瞬间有点饿。张华，这一整天吃了多少泡面？我没有，我因为有多零。我今天已经把饭钱花完，因为我还没吃它。今天还没，因为我还没零。但我们没有吃，我们已经四天了。我不饿，他只有四一路。六天你吃了多少泡面？他每天都有吃，每天都吃，难吃一口，难吃一口，然后就是可以再高，他可以时间久了吃泡面。他问我们说要调辣子吗？我刚才刚想辣。好，他吃了，我吃泡面了。他恩会拍到你啊。没关系，温丑吗？爵哥回台湾了吗？回了，回了。对啊，他先回去了。对，他跟一家一起回去。他坐船回去，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也是蛮贴心的。我就去。好。爵哥说哈。哈。没有啦，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回去。我们已经回去了。最奇怪的事情就是三年前我来，然后也是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喝。然后我就是要看你喝多少，看我喝多少。对啊，那可以。嗯。不够，来凑。对啊。一家好像也回了，对。哎，高云爵 ，Hello， 还好吗？顺飞，顺飞。Hello， 高云爵。哎，爸爸。哟。好啦，高云爵。我们家就要。我想要吃正常，可以慢慢加。正常的东西。OK OK， 那个啦，你吃那个点的餐。就是我去，他有一间点餐的，刚到，好的，顺飞顺飞。然后，哎，高云爵刚到台北。三年前去过，然后我妈叫我说，哎，啊，他不是游到太平洋了，帮我买。他可能还没那么快哦。就是客服明天买一条尾鱼，就是同样的菜。我为什么知道这块很烂？然后就我就找淘找很久，找到这家店，然后进去。因为我们昨天也试过。然后那时候之前。目前泰南喝出什么心得吗？他就问我说：“泰南喝。”哎，你们觉得哪一家最好喝？我说对啊，有，还有看过照，我喜欢你的那个。走
太难了。哪一家？老板三年来都没有变，而且他说他不是沾水那个。icon 谁样的？哦，对 ，icon 谁样的那一家，我点的40块。我们啊，在那个吃饭旁边那家。C样 ，icon C样。坐船的。对。好啦，因为我很饿。船的对岸。我们其实去蛮多地方的。有里面有那个水上市场的照片。聊了很多啊，从那里来台湾来啊。还得去了。但我喜欢第一天的冰沙 ，nice。因为它冰冰的。没有加。就是带我们去。对。很好吃。因为之后就没有再遇到 nice， 就是冰沙，好像没有。nice。没有冰沙，冰沙。他讲错了。我们吃到那个什么？嗯，熊熊的什么 ？Ice bear。我是电下来才不是，第一次。哦，小圈还没有换头贴，忘了。是不是在群主提过？是。哎，张爸爸，你换头贴了吗？啊？张爸爸也还没换呢，一定还没换的，浪费了大头贴。肯定还没换的。你看，没关系。对，这个辣椒我还活在一秒一秒。我换了。看一下，它是哇，你好厉害！它什么拆开的？要我全家吗？酷哦！你先加，你先不要加太多吧，会出事的事。你先对，你加你要的量，你加你要的量。玩家，你回来。玩家，等你准备好。OK， 你准备好了。哎，我想海杰，我们就是海杰。加一点。我鱼肉全家嘞，没有关系吗？好臭哦！好臭哦！那个嘞，正常的嘞。可是今天吃鱼肉吃到，就我觉得我头发都有异味。真的假的？我还没有加过鱼肉，昨天那个没给我。很亮。有人说我晒黑嘞。没有这件事情。没有，主要是因为这边灯光很暗。对，要不要看一下淋雨的我？这边灯光很暗。这边有点黄，我这边很黄。因为我觉得我来泰国这几天变得人吃辣很多，很酸辣。第一天那个 ，Hello， 马油，马油，他就带我去吃那个，他说他很爱吃辣，然后 After you， 我没有去吃 After you 哎 ，After you， 很好吃。他很爱吃辣，然后就带我们。因为就是那个冰 ，After You 是一间福建，所以讲到这种掌声鼓励。原本我们就是有点来不及去吃，但为了迟到，所以我们就赶去，我们就赶去，我们用15分钟，15分钟超快，15分钟吃完三个冰。我们过去15分钟，吃完15分钟，回来15分钟。有人说很热，谢谢你，谢谢你，廖小晴好辣。很辣吗？我觉得够辣的。张爸爸辣吗？辣。张爸爸今天超辣。张爸爸很辣。张爸爸说话。酸的，很酸。嗯。对泰国大家都很辣，因为太热了。泰国。那我们都出门的时候太热，他穿短袖、短裤。没有穿那个外套。没有辣。因为你要防晒。我怕。等一下，先不要加。今天就很辣，很辣，今天就很热，然后就会把那个。就是那个衣服卷起来。对，我在这边。2023年，我走这个路线。嗯，我走这个路线。算很棒，我支持你。露肚肚。那个。我支持你。你们吃一个，我觉得比较酸，因为它还没加辣。我觉得它没有加多少辣。跟之前那点味道不太一样。其实蛮好吃。嗯。不太一样。这有点难哎，你要不要直接进去捞？你还加？没有啦，我要等着吃这个。我再加下去，刘小晴可能不行，升天。好想吃哦。对啊，外带啊。面面目前最符合泰国。哎，就是面面直接在这边买。对，这边那个。太性感了，我先穿的。度假风情的洋装。辣一下，辣一下，就有辣一点的感觉，对 pose。大一点的 pose， 辣一点的 pose， 辣一点的 pose， 哇，好辣！啊，好辣，吃不下。我还有两包，我都忘记了，没关系。So hot， so
昨天。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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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不用拍粉，不用拍粉，不会比较服帖，好不好？这一节课上救救你啊！不会服帖，那我的辣椒可以帮我插一个在那个洞里，就是不要再呛我了。没有没有，说那个，我看到了，谢谢你啊。这个最好吧？你要不要吃这个？今天拿起这个。鱼露真的是很神奇的，它有鲜味。蔡恩比较能吃辣，还是我？你吧。我现在不行，我嘴巴已经破了洞了。我觉得你比较能吃啊，因为蔡老师现在嘴巴破一个洞，什么辣都不能吃。而且超神，太多调料，这是牛奶。对，你看，你至少昨天有把那个面撑完。哎、欸，没有，第一天 Mayu 带我们去的那个，我都觉得超辣，只是觉得还好。吃它，串烧。嗯，串烧不辣。串烧很辣。串烧我觉得它比较苦哎、欸，那个粉。它也很辣。刚刚有人说好想看什么东西，我也很辣。还有想看比较辣一点的，我也很辣。哎、欸，它的辣椒是青椒味。老板，其实看，很辣的老板在这。真的假的？太辣。那我要试一下东西。谢谢 CKMK 的猪猪你。你吃一条就好。泰国辣真的很辣吧？嗯，真的很辣。大概是这样。这牛奶怎么那么大瓶？因为我买大瓶的，因为我昨天买小瓶的，我就知道我不够，不够。有，它比第一天的串烧还要累。什么？上头？我不知道，但是比。哥哥，你有吃了吗？你的面呢？啊，这是我的面，我吃了。这是什么？你的面？这是我的面。我的面在这。哎，发发好帅哦。Hello， 我是你的面，很辣，今天也很。我们吃掉了。Oh my god！ 哇哦！吃到我这儿了。好啦，彼此彼此。我没有吃串烧哎，可是比林雨那天点的那个小碗的那个泡面还要辣。Instant noodles。没有，我们大家都吃辣，可是没有，应该是说张爸爸不吃辣。张爸爸不能吃辣吧？比那个泡面还要辣。好像辣蛮多的。嗯。谢谢。是谁？ Okay, 谁是我的？哎，听你的啾啾你啊，先生，啾啾你啊。没关系，我放地上。嗯。哦，好辣。是昨天啊，昨天的很辣，其他我都 OK。香口好辣。对啊。我们是不是还叫了一个鸡？嗯，猪肉。在那，肉。哦，然后我还有番薯果干，然后还有小番薯。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背景音，挂号那种。三只小熊，这件衣服是 Daddy 的盲盒，这件也是哦。来这，来这。好了。你看我们今天穿 Daddy 的衣服。我穿 Daddy 的袜。哎，冰姐你回来了，冰姐你又回来了。鲨鱼回来了，他超甜。我一开始花了3000块，我花了3000块吗？好辣，好辣，哎肉嘞，肉在一家，不是一家，肉在台湾呐、啊，好吃。哦，对，我花了3000块，对，我花了，肉有，对，我花了3000块，不是我走了，是肉走了，我的肉在一家那边。我来拿。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吃这个很辣的东西。但是其实 Daddy 只要买2000块就可以免费送那个拍照。哎，上次是1000，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过了、过了圣诞节？可能。那我今天这次才1000。
来，但没有，他的那个传单写的2000。我知道，刚刚谢谢红包，刚刚那个里面要加冬粉，我们忘记加冬粉。哦哦，这个就是。再让我们这那个吃完了，那个这个来，这个可以继续加。你可以直接加冬粉进去。谢谢，谢谢就一口这样高。对，就是红包。嗯，新年快乐，新年免了。这个还没有很烂呀。这是一包米线。哦，我的天哪，这边卡。啊，卡了。啊，这个林雨，没有，你说你不是说有米线？没有，我没有卡。一口佛小，没有活的吗？没有，不敢说。那妈妈，你有卡吗？没有啊。对啊，还是你要先剪掉。谢谢红包 ，Trip Bear。我来吃吃看，米线加在那个酸辣。啊，感觉很好吃哦。还有所有的肉嘞，真的。快速运到从台北运过来的肉，是肉油。快12点，对，台北快12点了。对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差不多了，新年快乐！他们说快12点，然后看我们在这边吃这些，这是我们晚餐，午餐兼晚餐。谢谢小玉的浪漫烟花，谢谢俊全的礼物，谢谢缘分奖。我看到你加到辣椒了，不行，我看到料有点多，我不可以。今天是购物行程，所以这。哦，对不起，林毅，你是？为什么你跟他脸不够脸？好吧，没关系，我不要。很顺哎，很顺哎。什么？你说什么？我大水你 OK。这有一包，就是你说什么？好像很顺，你现在很黄，很顺很，你顺吗？我很黄，这个时间你说什么？反正外卖点起来。Hello， 好啊，嗨，你听得到吗？我听得到，你好。嗨。上面不是吃完了吗？吃完了，没有，他没加完。这里啦，好好笑。一口一口，是这样吗？嗯。你别怕加太多菜。好饿哦，林依云。你要吃。台湾现在是超冷。鱿鱼。还是花枝？还是米线？还是太多了吧？还是肉。我要吃肉。要吃肉，给你。谢谢。不客气。还是我带回去给你吃。好啊。好啊。要准备多一点钱，然后被罚款。谢谢。什么8块？被罚款。被罚款。不用啊，在我肚子里面就不会罚款。谢谢金米粥的守护灵。你要来吗？谢谢金米的，那可以直接解剖。有点恶心。那的确会罚款，因为你就变成。谢谢金米粥的守护灵。谢谢薰衣草，谢谢 Hima， 谢谢鱼，邓香玉。这个都很熟，你们有些是他们的。哎，这个很好吃哎。这很好吃哎。对，这个好吃，这很好吃哎。好吃哎，那是什么？那个我喜欢那个酸，很酸的。那是谁？雨季跟夏季的冬。它是我们刚刚点的那一家餐厅。就那个凉拌，那个脆皮猪肉。对，脆皮猪肉。它是那个那种三层肉那种，好想吃哦！啊！为什么猎奇？谁猎奇？我刚刚做了什么吗？他刚刚说林雨被切块。我被切块。那家外带我吃。不同话题。对，因为我要外带肉给玉家。Hello。巴斯巧克力塔，
威士忌巧克力塔，什么？对啊，对啊，友善时光。酒味很重吗？不会耶，完全没有。真的假的？那好像可以吃耶，好吃，好吃哦，好吃，好吃，那很棒。对，我觉得，哎，泰国有这家吗？没有，有。有有哎、欸，我昨天有逛到全家，你有逛到全家？嗯，你要走一段，要走一段路，那在附近。要不要去全家？他有甜点吗？而且那间家蛮大，哦，真的假的？也、欸、好酷、哦，嗯。不要懒了，我们今天走超久，腿超酸。嗯，要去按摩吗？没，我们没有去按摩了。我们回来本来想要今天去，对，本来想要今天去，有点塞车，塞车塞蛮久的。但我不知道，去上海。你们搭车？对，我们搭，哎，很便宜，超便宜。那我们超那个西岸回来是塞车哦，250几，不需要哎，真的？250几，所以一个人50几，51，超便宜，我觉得也，而且还塞车，对，在车上睡觉，对，哇，怎么叫的、啊？我 app 没有地方叫 Grab。他还有外送，很棒。他还有那个餐厅外送。哦，你叫快，对，叫快，你们可以。好爱哦，泰国的。计程车真的很便宜，真的超便宜。我们昨天从那个那叫哪里啊？30分钟的车程，然后才200块哦。嗯，195。对啊。泰国电车不要坐那个，超便宜，真的30分钟哎、欸，超级超级便宜，然后再加小费啦，大概200多。确实确实，嗯，好爱哦。小费的时候，他们全员。对啊，我们五个都穿泰国买的衣服、欸。对啊，哎、欸，他这个衬衫是啊，他昨天买的。是啊，嗯，没跟到。不是，你不是穿台湾，你穿台湾买的衣服、哦，还有泰国买的戒指，哦，可以，我有泰国买的，这是啊，有泰国用的衣服，但我觉得法法用的比较好吃，嗯，你知道吗？为什么？可能不知道，可能糖加多一点，是刘雨晴加下去，下去，啊。这是刘雨晴送的衣服哦，这是刘雨晴送的衣服，那是刘雨晴送的衣服，对，那雨露啊，哇，这叫什么？哇，这是这是蔡雅恩送的衣服，哇，这是 Daddy 的衣服，因为我跟蔡雅恩交换那个衣服，这是衣服盲盒，这是他自己抽到的。哇！送给林雨，谢谢面面，因为我抽到一件我完全不会碰到的紫色，它是一个非常柔的紫色。谢谢，你能想象我穿？嗯嗯，谢谢。粉紫色吗？来，这件很好看，非常牛的紫色。就是啊，对，上一次有一次长毛牛，长毛牛，他说他是高原上的牛，好可爱哦。那一只紫色不是那一只，那一件紫色衣服上面有高原上的牦牛。我原本想要爆买一套，其实蛮可爱的，买不下，各种买不下手。谁？你想看？一直在考虑，一直在犹豫。我想看你穿，看我穿。没办法，对啊，他那件我没办法，那个紫色我真的没办法哎、欸。我昨天穿了，你有拍照吗？嗯，有啊，我有拍照。嗯，
有，我跟你们自拍，早上。我手机在，手机在直播。刚刚早上，这就一盲盒。我刚刚看那个照片啊，没有，在这儿。没去。结果我买最多还是。好爱。对啊，弟弟真的很好逛。好，我吃一口。还有鱼露，我刚刚在加鱼露。你买了3000。嗯？好吃。你买了3000元。对啊，我买什么买3000块？Daddy 啊，可以买3000块。还要买什么 ？Daddy 跟娃娃。我在 Daddy 花了3000块。我在 Daddy 花了3000块，但我不知道我花去哪。我啊？我是两个包包。嗯。有啊，2件衣服。一个盲盒，那个包包多少？没有，那里我有买到，我要盲盒，因为我不知道包包多少。但其实我也在那里买了3000块，因为我上次就买了2000，然后这次买了1000多，就是那包包多少？对，那里的东西真的很可爱。然后，谢谢红包，谢谢芳芳的红包。你应该说，我长得像店员，我长得像包包，包包也不知道它多少钱呢？是这次买的吗？是上次买的。然后我要讲一个笑话，就是我带着 Daddy 的帽子，因为我不知道那顶帽子，然后我就带着去 Daddy， 然后有个店员走过来问我说，Madam， your hat， 然后说 Yes， it's mine， 就是他以为是那边卖的，我说不是我的，有点尴尬，不是，我也没有乱带，因为他小瓶的都没了，草莓跟哈密瓜都被抢了。而且我那天的裤子也是 Daddy 的，谢谢听，谢谢听的红包，谢谢太阳，喝了，赞。他没有说谢谢太阳恩，谢谢潘朵拉的说，太阳恩在后面比手语。你说太阳恩后面，我刚刚在比最后一罐哈密瓜是我买走的，最后一罐小罐哈密瓜是他买走的。我去的时候只剩这个。谢谢庄颖的。但我又很想喝哈密瓜，所以我就买了。而且我上次买那顶帽子的时候，那是那家店，就是 Daddy 的最后一个库存。那你昨天去，你前天没有啊？没有，我就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我昨天想买一件吊带裤，然后刘晓晴把然后件库存买走了。还有什么？你说吊带裤吗？蓝色那个？那不是我，那是我上次买的。对，他说 S 号已经没有。哦，不可能是我最后一件吧？这是上个月的事情哎。上个月买走最后一件。对啊，这是我上次买。还在理解，我还在理解，还好有面面讲解。啊，你刚刚那个哈密瓜，哈密瓜，对，你刚刚哈密瓜，就是走路。对啊，我买走了的意思。哦，买走，不错，谢谢你。最后一件啦。太奶的口味有哪些？太奶，柴奶，太奶的口味，柴茶烟，太奶叫茶烟。谢谢。最后娃娃是买白色还是紫色？都买了。今天活到几点？看个远方。今天会活到凌晨1点哦。他们今天很安稳的坐在那里，因为我们这边很可爱，还是动物园？还没，现在才10:53开始。对啊，哎，他今天。我那个，你说的我都吐了。请讲。我那天不是买了粉红色的兔子号吗？嗯。弄脏了。不是。你弄丢了。有紫色，紫色超好看。对不对？我就说再买一个。真的。对啊，你看你。紫色超好看。紫色超可爱。超好看。我今天也想说，要不要去买那只猪？啊。我也想说，要不要再拍一次？有看到。但我们最后没有去，因为已经很晚了。我们去另外一家没有猪了，不是这回那一家猪。有一只猪超级可爱，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有点贵，所以我就没有买。然后就想说，如果我还记得的话，我就会买。其实我今天有记得，而且我有钱，但是没有时间。其实可以去，可以等你就好了。是啦，可是他很饿，他们后来就没有力气走了，然后我也很累，因为我已经走很久了。然后他们在休息的时候，我都还在走。我们的
分在广州。哎，你可以传讯息给我代购。哦，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一直走到哪，你知道吗？我来回那个西安不是都有天桥连接，我来回走了三遍。太厉害了吧！我整个天哪，超长！我光那个走路路程应该是走了一个多小时。明天还要上班去睡了，超级远，超长的。好会走啊！完全没有逛街是我的生命。有啦有错。逛街你很像来很多啦。嗯？你说啥？而且这是你第一次，我第一次，所以比较兴奋吧？对啊，我第一次啊，然后想说要买就要买够啊。那你买够了吗？我买够了。真的吗？真的吗？我逛到我快逛了，我什么什么都百货公司。谢谢。为什么今天大家一直在送红包？谢谢。就在 CM 的百货公司几乎都逛完了。哇。这两宝啊，然后走了。很棒。现在按 L 上怎么找不理？放寒假了，是不是？哎，很棒。谢谢。而且我走到那个空桥，怎么走比较快，我都了解了。开心，谢谢后花。你好熟哦！我走了三次都超会走，超好笑。那你很强哎！你真的是狂疯狂来回，安是他重复的路走了三趟。我真的一直在走，因为谢谢掌声鼓励。有些时候看到东西要犹豫一下。所以我会先离开那边，然后就是离开那边逛完之后啊，还是很想买，再走回去买。但是通常85%以上，他都会走回去买。对，因为我就是想要他，所以会走回去买。厉害啊！我会走啊。对，也是哦。没有，有时候没有，有些东西走着走着就会忘记了，所以就不会买，就是看有没有省钱的可能。对，但你没忘记，小七。对，但你没有。但是只有那只猪而已。那我忘记它叫什么。叫猪。第一什么开的？猪真的很可爱。不是 Jelly Pig。它是第一。我原本就想要把它忘记。对。我没有经过百丽果。那我忘记吧。再有一个吗？请问有住在泰国的朋友吗？请问有住在泰国朋友吗？小晴需要那只猪。有人可以告诉我是哪个牌子的，我买了其他蜘蛛。今天是你生日，我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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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了！耶！谢谢红玫瑰，买好休闲了。是新年，我们好像有一两年没有穿旗袍了。生日快乐！哎，旗袍，泰国超多旗袍，我要叠正脸，而且那种中式的小拜拜，中式的改良旗袍。你要走了，拜拜。啊！谢谢王一娇帮我。拜拜，等你们回来。谢谢阿恩的。不会，拜拜。苏苏娜卡。拉贡，拉贡，是加油，拉贡，拉贡，拉贡卡，拉贡卡，嗯，为什么泰国很多旗袍？我怎么会？我也不知道。我因为新年吧。Central，那个我们逛那家的。CM Center，然后里面有那个小孩子的表演舞台，在唱粤语的新年快乐歌，对，然后穿旗袍。你说 World 的那个吗？对对对 ，Central World， 谢谢芋圆的幸运四叶草 ，Hello 大饼，然后白色旗袍很适合我，有一个小孩子打爵士，我觉得我应该比较喜欢白色，人在唱歌，另一个我忘记在干嘛，小孩，然后都穿红色，对，期待三月的时候能够顺利见面，到时候见啦，超酷的。是，所以我佩服你们还要回来。你们好像是 reset 的。你们要上台去表演？没有没有，我在逛街。可以休息了，晚安。下礼拜会开直播吗？会啊，会吧，应该会。我不知道，我没有看。现在是那个。然后有一次，新势力在手机上看不到。谢谢。面老板好惬意的感觉。一封信。我刚刚找不到我跟林佳丽的照片。衣服决定了，我们上次不是决定了一些了吗？事情是这样，我今天跟他升格3周年，但我找不到照片了。都发过了，对，是吃饭的时候发。那你用 P 的？不是，我是9分了。
不及了，来不及了，再见。换你发昨天升格快乐。你说我在泰国还有一个熊市这样。哎，对啊，你说我在泰国有时差。然后就坐一桌在那边吃饭，又什么外面还有。完蛋了！完蛋了！来不及了！发糖级的照片没差吧？好，有点难过。怎么看？嗯，没有发文呢。嗯。我发了一张得罪你们的照片啊！不行不行，我这样得罪到人家，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删掉。很高吗？我得罪了瑞婷，就在后方。哦，是。谁？瑞婷不在这里的囚犯。可以再说一次吗？说什么？下一次说合照会会穿 reset 的制服，但是还没有想好是哪一套。我们就看他摊子里面有什么，我们就知道他在卖什么，然后是指的 list 问 list 这样子。对啊， list 很好用。对啊，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来了之后英文变好。我也觉得比较活用。我先跟计程车沟通，我觉得我好累，好辛苦。我因为我听不懂他讲，他不会讲英文，他一直跟我讲泰文。哦，真的。嗯，然后我必须用英文，因为他听得懂，但他不会讲。所以我要用简单的英文去让他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然后他只会那个简单的单字，什么，比如说 upside exit， upside exit 什么的。那种，然后说什么？对对，然后他不是开过去吗？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讲了一长串，听起来像泰文的英文，然后感觉就是有夹杂泰文，然后就听不懂，完全听不懂，我只能乱猜。那你很厉害，我真的完全听不懂哎，完全听不懂哎，我穿的衣服跟连着的那一部分一样。泰国外国人很多，感觉英文没有。我也以为泰国英文很通，其实有啊，外国人很多，但是英文不通。不会啊，不会啊，我已经发了。问什么？那如果我说会啊会啊嘞，我马上删掉。我跟泰国沟通，我都讲英文啊。我还不错啊，但是我是那种，我是算是其中一个去，英文蛮好的、啊，对，我算是其中一个比较常去沟通的人，对啊，都周老师讲小心小心去，对啊，去去去，唱的超大声，何焕龙，然后还行，但是我觉得一半一半，一半一半的泰国人英文很好，但一半的是完全不会英文，不会跟还不错。对对对，不会跟还不错。我觉得像是观光的那些地方，例如说摆摊，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中文比较六十。我忘记有一个是什么啊，我们去按摩，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一直讲英文，然后想说还在想，然后后来他突然看出来我们是讲中文的，就。开始跟我们讲中文，没关系什么，但我们还是讲英文，对，我们还是讲英文这样子，硬要。哦，九点半这样，去卖场问东西，再回我，直走啊，对对对，直走，走酷，好厉害，体验一下，直走，哦，谢谢，超好力，没有没有，我昨天那个酸辣面啊，我们买酸辣面，害怕他听不懂。然后我们不是比手画脚，但他看他不会英文，他不会英文，他不会英文，我说我们比手画脚，对，因为他就直接他先跟我们比了，所以我们就说，对，我们完全没有讲话，我们说要这个吗？要这个吗？就是那种感觉，他对，是完全无声的，然后突然收钱说六十，他收钱就跟我说六十，我说我就哇哦，是不是早就应该跟他讲中文？我觉得，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他只是学会了价钱，因为观光客很多之类的。超好笑，六十，六十，哦，超好笑。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香蕉，哎，没有吃啊！而且真的都很便宜，就是我觉得我要吃。太破掉了，还必须吃完。啊，它破，哦对，把它夹起来，越开了越开，把它橡皮筋捆起来。它不能放行李箱，就会粉碎，或是打到螺丝。我们要不要绑？还要放那个 Project Alpha？ 要。跟他说，我们在泰国的娱乐。对，晚上的娱乐是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先讲起因。其实有一天我们在坐地铁，
有时候看到电视，不是都有广告吗？电视，然后那电视就上面写 Project Alpha， 我们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呀、啊？什么 Project Alpha？ 然后发现是泰国的选秀节目，那我想说，哎，好酷哦，哇，看起来哦，好像蛮厉害的，因为他赞助很多，他厂商超多的，然后想说，哎，好像很厉害，感觉很好看，然后之后，但那一天我们没有看。我是隔天，因为我很无聊，然后想说 YouTube， 因为都是英文键盘，你找不出什么中文。发现电视可以播 YouTube。对对对对，我发现 YouTube 电视可以播 YouTube， 然后我对对他小心这个手指就是我发现了，然后分享给他是小心发现的。然后但是因为只有英文，他也找不出什么好看的东西，就是到中文我们比较好阅读的东西就找不太到。然后就突然想到，哎，不是有 Project Alpha 吗？感觉蛮酷的。那我们来看看，就看了第一集之后，就发现真的好看。嗯、然后就我现在看的，哎，我他们看超晚，你知道吗？他们看到什么3点4点，我们已经隔壁房间已经睡了，因为我们在前面之前，就在他们回房间之前，我们就是结算一下，就是前一天的钱啊，或者是就是分一下食物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就已经很晚了，大概1点2点才回房间，然后他们就开始在看，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旁边就是超累，然后直接我们三个人，我一家人直接睡觉，嗯，然后他们就开始看，看到3、4点，然后第二天跟我说他们没睡觉，他说有啦，有一点点，对，林允有睡，我有睡，我看到我4点半，林允超爱，我每天都4点半睡，他准时，嗯，对啊，我真的每天都4点半睡，而且为什么我会发现有 YouTube， 是因为电视。基本上都看不懂，对，全部是泰文，然后还有 Channel V， 啊，对啊Channel V， 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们好像很怀念的样子。对，因为以前的台湾的 Channel V 不见了。对啊，然后突然不见。对，但是也不知道，就是反正好像有。然后除了那个一直在播歌的电视台以外，就是比较不太看。然后就想说，哎，为什么那么多按钮？就是它的开始画面有很多的。不同的选项，然后就看，哎、欸，有 YouTube， 然后就开始看，我就开始播，因为那时候是早上，然后就开始播音乐。一个人一个人看，所以每个人就可以看到每个人。哇，好漂亮啊、哦！哇，你可以去 Alpha。没有中文字幕，只有英文字幕。它真的好看，对，其实蛮好看的，其实蛮好看。就是一個，像大家都蛮会唱，大家都超会唱歌，对，就实力其实都很好，嗯、然后蛮精彩的，就大概很会扭，推谁？HONG， 好，喜欢他唱中文歌，对，突然我要讲这个故事，这超好笑，错，不要来，来来，下去讲下去，这个是。就是那时候，因为已经他们都睡着，那时候大概快4点的时候，我就在我们早上吗？这是早上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会先在9点，我们会先去吃早餐，然后再回来化妆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化妆，但他们两个在睡回笼觉。然后我就觉得化妆就很无聊嘛，所以就打开电视看 Project Alpha， 就很想继续看。然后看了之后。那时候还在个人赛，然后就突然就这样看，我就放着，然后边化妆什么的，然后他就突然来一个非常有新年气息的，没有，他一开始有一种很新是什么来着？舞龙舞狮感，对，要咚咚咚，突然打错，不要来侮辱我的美，不是你的腮哟，为何天天缠着我？我怎么会有中文？然后。而且重点是他的大错不要来的时候，我跟法法同时哈，而且法法原本在睡觉，惊醒，而且在睡回笼觉，突然哈，超好笑，就你就看原本躺着哈，超好笑，而且重点是他们后来。晚上的时候在介绍我们这一房看 Project Alpha 的时候，然后就跳过，然后就刚好看到那一幕，然后他们都忘记他到底是谁，然后就开始看，然后我就想播，然后我也想说哦，好吧，就普通表演，然后我也没有很有兴趣，然后他播第二次也是大错，然后我也是，我整个站起来了，想说哭啊，中文。他唱得很好，他跳得也很好、欸，他表现超好，他表现超好，他 rap 也很好，对啊，
蛮好的。而且他日本有加中文，什么妈妈、爸爸，你好。对 对, 對，我忘记了。就是符合这首歌，然后应该也是自己编的，因为我们完全看不懂什么。对，我也不知道，他没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Project Alpha， 然后英文字幕 Alpha, 应该看得懂。Alpha， 大家有全集。蓝色头发什么乐高 Lego 很强，他跳舞好猛，他唱歌也很猛、欸、好像、嗯、对，好像还不错啊。主题曲出来了，但是主题曲好，哎、欸，才知道第五集的样子，第四集主题曲，主题第一次看到第五集，然后主题曲第四集出来，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在看，第一次看国外选秀节目看那么认真，我也觉得我们追的比本地人很有趣啊，没有，搞不好泰国人都在看呢、啊，是吗？不是说啊，他今天我跟就是法法逛的时候，他们说他法法说有听到，是今天吗？对，再来一口好辣，有听到，好像有听到，就是男生有个男生唱他们有表演的歌， Alpha, Alpha 的歌，对，嗯，就是他们第一集不是有那种，他们不是唱都是现在有的歌吗？嗯，就是表演个人表演，嗯，然后好像就是播他们表演的那个版本，因为是男生，嗯哦、是啊、哦，对，就一种熟悉、哦、听过的感觉，好酷。大家可以去看，而且我有发现，就是他们有唱 Pixel 的歌，因为我最近很喜欢 Pixel。嗯 ，Too cute， 你们看有两首，对啊，可爱吧？一首是 Too cute， 虽然台铃有点沧桑。看我。那我的兔子躺在张爸爸的床上，对，他两只鹅，好可爱啊！我截图，太可爱了。两个哎、欸，你好棒哦、喔！没去变魔术，我会变魔术，等一下。泰国，他说泰国有个蒙面不露脸选秀节目，观看次数很多几千万。哦，跳我，有一张纸那个。嗯你觉得太难怎么样？
你喝了吗？嗯。他说你们是不是平常压力很大？没有什么茶味，就是一股奶奶。它很像。你压力大吗？糖浆。那个。你可以哦。一到一百十，我现在已经写好了。嗯，压力大吗？的那个心里面的数字。好，好，我想了。是三十吃？不是，不是。还行。想好了有没有？撑得住，还撑得住。没错，我们可以的。不是。超准！冰奖会读心，你又来，我掉了，我掉了，哎呦，等一下，对，我觉得太强了，你试试看。对，在干嘛？我觉得这爸爸仿佛可以读懂我的人类图，哎，什么？对，他有点太强了。好笑。再一次，然后我吓到了。再一次，我来了，我来了，我吓到了，这真的很准哎。跟你讲，我的字迹也可以写会魔术了。你会读心术了？你要写读心，读心，你会读心。我会隔空取物，来了，我会掌声鼓励，会，我会在安静的情况下发出声音，我会 solo， 喂，啊，好的，来了，现在哦，林雨，你现在心里想一个数字，我已经打好在上面了，哼，一到一百选一个数字，一到一百选一个数字，嗯，好，然后猜我可以知道你在猜什么东西，好。我猜四十。你心里想不是？你真的是想不是？他刚摇头了，他刚真的回不是。不是强的，你刚是不是四十？哦，对啊，对啊。哎，重来，再一次，再一次。好，再一次。好可惜，好可惜，再一次，没事。现在一到一百选一个数字，嗯，然后我可以打好在这里，然后可以，我想问，可以猜到你想的那个数字，嗯，好，你现在想的那个数字是不是十二？四黑头发。这不是同一件不同一件事，但同
都有写跟立刻要爆炸。蛋黄，咸蛋黄，这是什么洋芋片吗？嗯，切大饼，中青玫瑰。我可以吃一个吗？这个是泰国来的，这是。我忘记还有什么，我记得我看超多。台北沙炮展，台北，台北吗？台北。找到那个原本的最原始的。哎，没有想到，可是我最后有成功到台北。你是懂什么？就是魔术。因为他再不带我去台北。像醉了吗？什么200-100多这样？我想到了，我刚刚讲就是890。
就是说妈妈本来要买九，爸爸现在瘦整。那个是我突然想到的，但是我原本想要讲的是这个。先说这原本多少？对对对对，对当时我好久才吃饱给你，还好啦，两个人吃，两股人吃。好啦，You're so hot。都是辣，一直超久了，所以我舌头很痛。你是辣嘴唇吗？我辣，但是这个不辣。你拍 YouTube 哪里有没有？昨天比较辣。还好，我觉得这个不要辣、欸。昨天比较辣、啊。可以转吗？可以。这样子吧，极限了吧。我们来看主题曲。我们明天去免税店。我明天几点要起床啊？你不要把它卡啊，很可怕的感觉。怕了吗？就已经定好了，在那边龙在卖卡。你去买机票，龙在卖卡。谁给钱的？已经付钱了，龙在卖卡。那个飞机上的东西，飞机上的。我明天要去买健达巧克力。龙在卖卡。然后跟他说龙在卖卡，偷给。老大门卡，靠给老大门卡，还是你明天去便利商店？不是啊。然后他就说：“哎，就不含税，你还想怎样？”今天去百货公司的时候，应该要老大门卡 ，Big C， 啊，全部3000块。老大门卡。哎呀，少了一个 A。爱是你骑士团，是你才不觉得勇敢。我很多被人想拼。我刚刚拼完了。很多人的。不要再骑士团了。我刚刚按完 project。然后扫，然后 L P H A， 我扫按一个 A， 然后按 Clear， 整个都不见了。在右上角啦。哦，没看到。感觉不能这样。哦，小晴是喝醉比较不说话的类型吗？我现在没有醉了吗？我没有喝，没有喝，我们没有喝酒。你没看我们一桌牛奶吗？怎么会觉得我没有喝酒？小晴是喝醉不讲话的类型，我刚刚是喝醉了吗？我没有喝酒，各位，我只是辣到舌头有点痛。蔡雅恩才是喝醉不讲话的类型吧？有吗？什么？没有，我跟你们说，其实第一个在一边唱的是我忘记是我跟谁唱，我很早就开始唱，对不对？但是有一段时间没唱，然后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广告，他们都没有刷到那个广告、欸，超多。还有那个真的很多。伊玛木嘎西西多。没有听到。没有。广告歌。这我真没听过。伊玛木嘎西西多。我们来看主题曲。要先睡了，晚安。晚安。晚安。Good night。也是我喝不醉。请下主题曲。是你的骑士团，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多？好厉害！是生命。我们在丽萍。看起来就会发酒疯，我还没有发过酒疯。真的假的？是真的？他们属于比较大。因
不会醉，因为我不会醉，我还真没醉过。真的，小心打算开到几点？开到十二点。嗯。我们的十二点。这么厉害？没有，前提是你也没在喝啦。哎、欸，我真的没有在喝。他真的没有在喝，各位，我是真的，我他真的，我们今天真的，就算有喝酒场合，林雨也不喝，嗯、好吗？我没事，不会喝酒。第四集主题曲哪一集？跟流行说脱节了，是不是要故意看？可是没关系。我真的从来不会做。但我最近真的觉得 YouTube 好多广告。现在泰国几点？十一点半。第四，Alpha， 主题曲，主题曲。那泰国很便宜。嗯。大家早点睡啦。我以为有什么轰隆。寒假只有十天，超不爽，还要赶学习。晚安。历程。没事啦，加油！放假，放假。有放假就是好好享受，然后加油几台，好像蛮多台的，早点做完早点放假。因为我们也看不懂什么，他说电视有几台，三十几台，对，但基本上都是泰语，对，所以我们也看不懂，有 Channel V， 嗯，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卫视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什么美国的什么什么的啊，有国际的，然后所以我们索性看 YouTube， 对，很好哎、欸，有 YouTube。你用你没用手机看 YouTube 吗？嗯，那广告也是泰文哎、欸，是吗？对啊，我没有哎、欸，他是看你的地区的。好酷！今年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回家，为什么没有回去？谢谢嘉豪的告白会员票，因为太忙吗？超帅的啦！今天生日的钟仪，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是主题曲哦。对，那四个是那个 Alpha。但你不觉得吴秀比较吸睛吗？因为衣服没有不一样啊。那 Alpha 的衣服是一样。那个很帅的那个。就是他们没有跟其他人有很大的差别。对，而且有两个吴秀很奇怪。哎、欸，如果你说第六文，那就是第六文的四个人是 F。他们可能是刚好。对，因为看不太出来。是吗？不是 Base Beta， 那两个不是。Base Beta 是那个、啊、棒球选手。生日快乐。那个金发是那个吗？杨楠。杨楠，对。Happy birthday！ 已经熟到可以讲解，对，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留在北部打工，哦，真的很帅。没事，既然有目标，那就是全力完成。哪一个很帅 ？William， 我喜欢。William 是很会唱歌的。谢谢红包。哦。头发剪短，头发剪短比较好。我也觉得，对，他长头发不好看。我们现在隔空跟他喊，就是听起来很像很久，就是播了很久，但其实他还在播。他在播，他现在播第五集，我们看到第四集。他猜现在算在第五集。有哦，哎有哎，刚刚有哎，蛮好看的。他们这个赛制就是他会选出四个 alpha， 然后每一个赛制会有两个。有会选出 best beta 去挑战 alpha， 然后挑战了。他是那个啦，他是 best alpha， 刚刚对，好，那个外套有那火红色的那个。都是 alpha。alpha 的外套是批发的。哎、好像不是这样讲 ，alpha 的外套是一样的。OK。对。哎，剪辑就换发型了。有四个。没有换发型啊。有四个。不是，他不是。他们就是头发变长。他是阿什。他那个太阳也真太嘛。哦，很厉害！刚刚真的，太大，那个很厉害，听懂？好强！他叫泰吗？对，他叫泰。他不叫念泰。哦，他不念泰哦，我没发现。他念泰，还是好？哎呀 ，Hello， 坤坤。我们都看不到，你们要看吗？你可以去。这有点难的，对啊，你们去找 Project Alpha。对啊。他是谁？
所以 Beta 比 Alpha 厉害没有？ Alpha 是他们会选出四个是精英啦，精英 Alpha 是精英，对，选拔 Alpha 是选拔，然后 Beta 是候补，嗯，算是。然后会就是选他的美光灯，会有那个那叫什么？PK 对，就是 Beta 要去挑战 Alpha， 对。强势这种，破了外力。有人说有 Gamma 吗？目前没有出现。没有。也没有。只有 Beta 跟 Omega。对 ，Omega 肯定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有两个。没有啊，粉丝是。还有 Oxygen。Oxygen 没有。我原本在决定粉丝。真的吗？没有氧气。他们就没有讲 Omega。难怪大家都会晕，有点晕啊，因为没有氧气，要让大家晕，所以不能有氧气。小心，真的要跟谁睡呢？有 Omicron 吗？谢谢小眼目的钟情玫瑰，谢谢公开的告白会员票，谢谢。有点危险。好晕，好晕。你看他们都长得，他们的衣服都长一样，他裤子是一模一样，全部都一样，所以很难那个、欸。嗯，除了头发有啦，那个衣服不一样。你看，可是现在看起来都一样啊。对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无袖的还比较吸睛，因为无袖肉色比较多，比较好抓找到谁。谢谢嘉豪的温收礼仪，而且大家的就是泰国的大家的腮红都打很重，然后但是我今天已经掉了，但是我早上我都打很重，我想说我要腮红回台湾要吃火锅，台湾特有的，没有要跟逸云一起睡吗？不同房、啊、不同房、啊、再见，我房间分是那个爬格子，爬格子，爬梯子，爬梯子，对。请问小晴什么时候回台呢？很久之后可能明年。我他说他想要短时间都住在泰国了，大家明年来泰国看公演，因为明年才有公演，还有明年才回来。他说的是农历年，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时差。所以逸云跟谁睡？逸云跟兔子。我刚才在讲。跟两只兔子睡。对，听说他们买了娃娃之后，就是娃娃睡床，然后他们睡地板。对啊，对啊，昨天好冷、哦。每天他们都会被放得好好的。对、啊，昨天他们有按照床睡，不可能突然睡着吧？这样睡一次，不可能跟他讲完一句之后就闭上眼睛吧？不可能吧？我感觉抱着他的鸭很好吃。你昨天几点睡？四点。你在看对？我没有在看。我以为你会买白色的，不，你错了。他想要猜他的兔环，我就去买了。单行道才是这么宽吗？还是在放在这里。耶！你不要加酸辣粉，不要加酸辣酱。穿过去，然后逆向这样。可爱，超级好，我这是蔡雅恩的，他们去忙了就很随便，因为大家都很赚，大家都很懂的，乱赚，就是蔡雅恩，不会冲到人，所以我就是很赚。小金不买已经吗？太贵了。对，我真的是比台湾便宜，不是不是，因为前提是因为我不是买娃娃的人，那我要，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哦，所以我会觉得很贵。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我来说，买娃娃是一件很贵的事。是。小心不太。真的是猪猪心动了，不太买娃娃。不太买娃娃。你有泰国腔。我讲了两次。对。不太买娃娃。不太买娃娃。你不太买娃娃。好了，还你。是分别买了，什么意思？分别买了，各自买，各自买啊！对，面面买的是白色，我买的是紫色。那冰，对，要磕，好可怕！别这样子，不要再镜头外，你们没事就没事啊，没事。对，真的没事。因为想要，它好重哦，这么大要怎么带回台湾？他去
抱回去，这样有算手提行李吗？算，很手提行李，然后我都喜欢加的什么，像便当啊。它是不是有 size 吗？你能抱着真的蛮强。把它当外套。哎，我之前去香港也是抱了两只娃娃，两只手这样，然后回来。多少钱给他？就说他叫了一句泰文，然后我谢谢安山卡卡。缘分相遇，缘分相遇，帮他买机票，这样子有点浪费别人的资源。占位置，对的。你可以帮他加一个。对啊，我以为是因为我没什么代购娃娃，因为我的娃娃都好小。然后我的床不能放娃娃，因为我怕眼睛。嗯，他怕眼睛。娃娃眼睛。娃娃眼睛。那你买一个没有眼睛的，那更可怕了。你知道有那个吗？专门做屁股的娃娃。啊，做屁屁。可是那没有小熊维尼屁屁，或者那你没有必要跟屁屁一起睡觉。我那时候就想了很久，要不要买小熊维尼的屁股？那你没有买过猪猪娃娃？猪猪眼睛，而且它但我不会放有破洞哦，它是破洞，它是这样子破洞，然后缝起来的造型，小熊维尼的屁股，对，很可爱，三眼怪。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买偶像周边，然后放在床头，然后醒来的时候会看到对上他的眼睛，我觉得有点可怕。很可怕。还是那个店员太酸了，酸的，哎，你真的很怕酸，你真的不酸呢？我喜欢酸，这不酸吧？这还好，这还正常。有啦，有酸，但是正常。那时候太酸了。宝可梦也出了。这一趟旅程发现蔡雅恩超怕酸，超级。有超怕的，来，就是我们完全觉得很正常的东西，你说好酸哦。那他们两个怕辣呀？也是，也是，是吗？是，他连草莓都不吃，不是草莓就真的怕，是草莓很酸。你自己，哎，你我给你吃的那个，然后你只是，然后还要吃第二口，你有没有？啊，就想吃啊。还是会吃，就自己也觉得很酸。没有这个很酸，但其他还是。我忘记点了，我都吃。但有这个，对啊，有草莓。但是我觉得那个把果酱，用那个冰啊，巧克力的冰，跟那个很像果酱的巧克力的那个冰，就是我们第一个买的。对，好像是第一天也是的。但第一天那个 pancake 真的太好吃了，那个阿华很多阿华甜的啊，香蕉煎饼，香蕉煎饼真的很好吃。我什么都不吃啊，我什么都吃，为什么不吃？我什么都吃，但是但是呢，不太吃虾子。哦，对，不爱了，可以吃。哎，广告真的很长。但那天那个港式饮茶的虾饺还好吃。虾饺不一样，虾饺好吃，虾饺吃，不吃虾。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虾饺在港片里面算是偏贵，我自己觉得，就有一点，因为它只有三颗或者是四颗五颗，然后就它偏贵，所以就是通常人家还好，不太点虾，因为没有人特别喜欢吃，所以就不会特别点，然后不然点一两颗，然后。所以就觉得，哎，可以吃的话就吃，也没有很珍贵，是我们也没有到人，没有人，我们家人没有蛮好吃，还行。那一天嘛，我们那天以为，因为全部都是泰文，我们以为是泰式，所以我们就进去，因为我们很饿，那就是港点。来泰国吃港点啊！他说我回家之后，我妈会说也花太多钱吧，但我还没把我的钱花完。我还没，还好，意外。妈妈，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吃的东西真的很便宜。真对，吃当然买东西就是买东西的价格嘛。可是吃真的很便宜，我说那个第一天我们144块，大家都说很贵，但是我们只花了144块，不是一个人，是全部一个人啦，怎么可能全部人啦？吃了什么？是没吃哦。我是觉得忘记了。人家还以为是那个买U帮我们买单。对啊，144是。一人，泰铢哎，各位，算大概才120吧。他们真的吃了很多东西。对啊，我们各一人喝了一点的奶，泰奶。他喝了两杯，
那是他自己要再加个加价，确实。那一杯也45，三四十块，很便宜啊。嗯，老板人很好。是。哎、欸，泰国做饮料很慢，超慢，慢慢超级慢，就是慢慢来。然后所有东西，但是他给很多，嗯，悠闲的来。手扶梯超快的。哦，对，手扶梯超快的。嗯，到底跟香港一样？对啊，步调这么慢，为什么手扶梯快成那样？超可怕。喝泰式路边摊奶茶，算路边摊，就是那种电视里面的摊贩。有喝，百货公司里面的摊贩有喝，连锁店有喝 ，seven 也喝了。我今天喝的是那个，谢谢大头的红玫瑰，光泰的，这个是，哎，怎么还没丢？还没喝，感觉不能喝。这是第二杯了。这个是咖啡阿玛总的，就是泰国的很有名的咖啡连锁店里面的奶绿。啊，来了。PK 的那个，嗯，我真的觉得 Alpha 这个脸超级那个的，他怎么那么拽？因为他被 PK， 对他被 PK， 体重有增加吗？别问这种东西，而且我们没有体重计，对，我们没有体重计。但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来之前，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我们走差一多路，而且其实说实话，好像没吃什么。就是，对，我没有认真的进一间，我们没有认真的吃东西，我们都是买这样子一碗两碗，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就也好像也没有吃到。而且我们走好久，一直在走，运动了吗？对，运动，脚超酸的。嗯，我们还遇到，就我们去那个河滨夜市的市场，河滨夜市，然后。看到一个超级盘子的游乐设施，游乐设施有摩天轮跟旋转木马。你们猜那他们的摩天轮要多少钱？你们猜一趟单趟？单趟摩天轮，大家可以打价钱。来看有没有人猜对？泰国，我觉得泰国人300，10块钱，10块钱，100块钱。150，很大吗？很大，很大盘子。你看，哎、欸，你们的都偏，你的台都偏在河边。你看，你看，有人猜对了，因为我有说盘子。他说500块，没错，就是500块。而且你知道，他是跟那个手扶梯一样快，他超快。而且他的旋转木马也很快，也超快。哎、欸，他们什么都很快，手扶梯很快，摩天轮很快，旋转木马很快。可是我真的很想要玩，就是我们坐了很久，因为我们有点累，我们坐在旁边一直在看那个旋转木马，然后就看到有一些就是很可爱的女生，然后带着她的就是朋友，然后坐上去，然后就是狂拍照。然后觉得哇，但是呢，旋转木马很便宜，就100块，然后他骑了快7分钟，7分钟，对啊，然后很快，很快哦。应该我应该会放影片，未来你们去看，那个真的很快。然后我就想说，林允好想去玩，就是我不是想要去拍照，但我单纯是想要去住住看。然后后来我们想说，好，不然我们上去拍照好了。然后我们就两个人一人付100块，然后就上去坐了7分钟的旋转木马。但是七分钟，我们就说真的很真，然后咻咻咻。但我觉得坐上去还好，坐上去还好，但外面看外面影片真的超快的，很快，对，超快的。也没有到这么快啦，就是他说7分钟感觉很快，他就是旋转木马不会晕嘛，嗯，7分钟感觉对，其实100块7分钟蛮划算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还对我那时候也想说，简直就是赛马，因为就是他又上就真的是赛马，对，你们玩了几趟？一趟啊，啊，但他有三轮，他音乐播了3次，对，就是投100块，他音乐转了3次，对，还蛮真的蛮划算的，是没有那么快了，你们看就知道了。ขอบคุณ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สวัสดีค่ะกล้องอะไรกันดีแต่ตากล้องค่ะ好久不见狮子啊台湾的是至少3分钟对所以我们大概不是说我们花了100块大概做了哎蔡雅恩一趟一趟没差一趟一趟我也都这样躺回家，嘿，你要睡了？没有，他只是回家。回家，你
买那两只鹅的鸭到底想干嘛？而且他们现在姿势很奇怪。他在干嘛？他们现在很奇怪。他们在不是，他接三个哎，前面还有一只长颈鹿。对啊对啊，他刚刚接了三只。要回去我的娃娃。超好笑。可以抱吗？可以抱吗？张爸爸。可以抱吗？啊，喜欢就爱抱了。哦，他不抱。原来那是鸭子，没错，那是鸭子。你们买了多少娃娃？我们这一间总共有一二三四，这是自己带的，六只。我就不懂为什么张爸爸要带那只娃娃。我心箱太空了，我有点无聊。什么东西？有点后悔啊。不要让他违反鸭体工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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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色那只是什么生物？他自己带了一只长兔子啊，紫色是兔子啊，你没看到他的兔耳朵吗？他就是有兔耳朵。他不是兔子的话，你现在在干嘛？他是人。那我还去跟他当朋友。谢谢奥卡掌声鼓励，你们是娃娃购物团吗？隔壁台才是哦。鸭，鸭，是兔子，鸭，是我带的小只的，小只的是鸭。啊，没有啊，六只啊，对啊，一二三四五，1,2,3,4,5,6只，买了五只。蓝色的是兔子，紫色的是兔子，都是新啊，好可爱哦。都是新朋友。他在敬礼耶，好可爱啊！天哪，我真的是娃娃。侧面不好看。侧面有点奇怪。侧面比较对。他好像鸭奶奶哦，就是奶奶宠孙子的感觉啊！不行的，他直接烂掉，跌不上去。不要是这个，他抱那个，他抱上。儿子跟短颈鹿，他不能是女儿吗？听说上礼拜蔡雅恩才说不要再买娃娃了。哈、哦，不，蔡雅恩是不要再买娃娃，所以我买了一只兔子。兔子是娃娃吧？它是兔子啊，确实是。兔年就该买兔子。是，确实。Happy New Year to you. Yeah, good. To you. Thank you. To you 塔。To you 塔是啥 ？To you 塔。饭店的人这样子把娃娃要带去消费。Stay you.不是你的 Stay you。你看我的兔兔，他是他在当鸭子是靠背，他在靠着鸭子，他在靠鸭，烤鸭，不要烤鸭，好笑吗？你是不是有喝酒？我看看你的东西是不是酸到醉，我真的是醉了啊！我真的酸到发笑，变酒。你是不是吃到太酸，所以你在发笑？你在笑？我在发笑啊，你也在发笑。是不是累了？我跟你们说，林玉每天要四点多才睡，太晚了。四点半。我四点半准时睡觉。他然后当就是蔡海恩跟张小宝都回房间了，然后一个人留在我们房间聊天。没有，他聊第一天。没有，就是在讲第一天，然后聊完就说想说好，然后他走了，我们就按着睡觉。哎，我已经坐在床，我已经躺在床上听他跟他聊天这样，有吗？我也忘了。然后我想说他回去他就去洗澡睡觉，结果他回去还继续聊。人说一个人聊天好可怕，一个人回去一个人聊天吗？没有啦，结果他继续跟其他人聊。眼罩，你看我兔子的眼罩，
绿绿的。它的配色很中毒哎、欸！它的配色很中毒哎、欸！我天哪，好可怕、啊！救命！再来看一下我的兔子，有看到吗？我反亏了，怎么办？你在边防，一定看得到。好了，完全一片黑。蒙眼了，没错啊！好看，好看，好看。说到这个房间很小，我们等。我真的好可爱。哎，看看到你背景。好可爱。我们回宿舍之后，我室友自己房间。嗯，不一定。可以。啊！我兔兔来了，好可爱。这里好适合直播。后面举了一只手，对，跟大家说嗨 ，Hello， 兔子说他想跳白色情人节，安排什么什么意外，你奇妙的荷兰，哎，我是不是唱错了？我忘记怎么唱了。你帮带我怎么叫？在白色情人节猜，原本我的感觉要怎么办？你懂不懂？明明全部跟你有关，才奇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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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讲错了，噔噔噔。兔子的比赛初日，我们都先出日，我们先休了。他开始跳，以后大家看他跳。嗯，我也要跳。你也要跳？好啊，好啊。张华法比赛初日，我也要跳。也要跳。他要跳吗？吼吼吼！他脖子前倾很严重。我想要翻译，我想我需要翻译，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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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链是什么？
所以里面打开是棉花，里面直接是肠子。Oh my god！ 他解剖了。这里也在跳吗？这里在干嘛？啊！我的小孩来了，我的小孩，不是不是我的小孩，我的小兔子来了，好可爱哦，很可爱吧？啊！哎，不是，是啊！哎，等一下，救命！好可怕，好可怕。真的疯了，真的疯了，好累啊，好累，好累啊，太累了，太累了，太累了，哎，好可爱哦，脚折断了。点了没有？我们才十二点而已。十二点了，说不定等一下兔子会想跳亲吻。现在是另外一只兔子在表演。他不是亲吻的表演，亲嘴，亲嘴。他是一只亲吻太难跳了。他在亲吻了。亲吻太难跳了吧？肩膀好长哦，肩膀，肩膀，他甚至没有肩膀，他有肩膀吗？他没有肩膀，他没有肩膀，这是一只没有兔子的肩，没有肩膀，这是一只没有兔子的肩膀，真的，这是一只肩膀，谢谢大喜欢收礼，不行啊，我不能放在下面。没关系，我去吃其他。我这样。但你有东西撑着，你没有要撑着。哦，可以。哇！你转过来怎么长成这种画面？每天都在，没有每天，今天。那你拍一圈，等一下，我不知道你是上班还是下班。高颖娟，有看到吗？我发现真的很暗。对啊，这边你们今天都黑了好几节哦。对啊。
哎，鹅是大小只的，嗯，他们只差100块，大只跟小只只差100块。会被鹅的表情，鹅有表情吗？面面买了三只，他在看未来，上面那只在看未来，但是那只在看未来。要怎么带回台湾？一人被子啊，对啊，我们就是那个啊，我们的外套，对啊，我们的披肩，我们会绑在身上当腰带。我决定了，你要抱，你要背是不是？我要收东西。你要收东西？啊、你不等一下？收行李没错啊。今天真的抱东西要收一收了。确实。有人还要吃米线吗？嗯，很好吃。米线。到底它是米粉吗？它是米线。第三只鹅呢？来，大家鹅一下。你们回答，记得拍影片，我要笑你们。我们不一定会拍影片，不一定会产出任何影片。所以如果能接机，粉丝会接到一群娃娃？不会啊，我们不会从机场出现。不要出没了。不要出木耳，我们谁要出木耳？让你吃啊！太贵了。嗯。什么意思？天啊！天啊！他很可怕哎、欸。黄色是白兰奶，兔子是白糖。什么？现在就能笑了吧？觉得在干嘛？哦，他是在笑，是不是？现在就能笑，刚刚不能笑。没有，他们说要拍影片回去，然后好好笑我们。啊！笑什么？前面的话题是什么？要笑什么？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就很好笑了呀。我没有听到前面的话题。我也不知道前面的话题。台湾超冷。哎，有听说寒流。对啊。寒流。你知道，就是真的很热。你还要吃木耳吗？还有这个。耶、yeah, ！面面可以整个过来吗？整，我已经整个过来了，只是我不想要占据这个画面太多。在。谁？啊，你说鹅、啊？我想说是哪个帅哥？OK， 他看起来。直接这个。他们看起来在拍大头贴，拍贴机。没事的。这样子我就会有一只虾，两只鲨鱼，然后。丢了。太辣，那个我吃不了。我没有在过你的直播哎、欸。你怎么到泰国变得这么火辣？你说戴眼镜的部分吗？我也觉得很辣 ，so hot，so hot，so hot， 很好。黑铁中，黑铁中，对啊，黑铁，看到，跳跳黑铁中，有吧？嗯。三只小龙女都在泰国，我们就是零零赖加零一赖。哦，反正我这个床是林依云的床，对，他在意，然后那也是他在意。01年都穿衬衫包紧紧，然后01年都露肚子，然后00年都露肚子。对，嗯，我没有露肚子。有，第一天有。我第一天干嘛？去创业室啊。因为我们第一天有讲这个。然后就放眼望去，真的都有露肚子。真的，我到底穿什么？忘记了。啊，我知道，透明的那个。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短的。所以娃娃的床，依云不是睡地板吗？依云基本上睡地板，但是他可能怕他娃娃会被我弄脏之类的，但没关系，我相信他，就算在意，我也不会知道。谢谢你。这些娃娃也要参与选秀节目？没有，他每天都穿，他每天都很有吗？他很泰国吗？他很泰啊，他很泰。谁？来泰国为什么不穿泰一点？泰国就泰，全部。我觉得衣服还泰。来泰国为什么不穿泰？衣服。长相吗？长相。浓眉大眼不行吗？而且你衣服穿的比较像泰国当地，我看你很像游客。我就想说来泰国就是要穿这种那种小背心啊，对啊，小背心什么的。是酸辣，
没有吗？是。但是这个毛真的吗？没关系，你就擦。真的吗？对啊。他说他可能说有没有确定？有啊，确定。有啊，我一直很泰。他一直在台湾也很泰啊。你知道他就是他来的那天，我们说妈妈要就是站。感觉很泰式，很泰式。哪里？可能酸辣吧。我也不否认、欸。但是泰国人真的很挺，很真的很挺，就是他的整个鼻轮廓很深。很独家，感觉会有柠檬香茅味。香茅？为什么是香茅？哪里？还是那个酱是香茅？没有，这没有香茅。要先讲英文，他们才知道我们不是。哪有？我跟他讲英文，他跟我讲中文，他们好受挫。我跟他讲英文，他跟我讲泰文。我还要开启我的读心术。我应该找爸爸来的。对，应该找爸爸来的。十二，这样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有泰国女生找我们合照吗？啊？为什么要找我们合照？我们看起来有，我们怎么了？有需要合照吗？吉祥物。那个泰国女生应该不会想找我们合照。吉祥物吗？我们逛第一天就买那个鹅，还有第二天忘记，然后第二天买那个鹅，就是大包小包，然后李宇的那台买那个娃娃，一直买娃娃。对，对啊、哦，超多，超多西装西啊，然后、那個、东西超多，东西超多。就看到有一个贵妇拿着一小袋的选那样的拍照，然后他拿那一小袋比我买些大，还有大罐很多。那你这几天拍的，谢谢。我是我们。他给大家看他的作品，请看他用心的作品。我一直做的在玩娃娃。他很像戴了一顶假发，很像花枝在头上。哎，不是夏天就是热，很多条。我想说，我戴两套衣服。你看，他就很像那个章鱼脚，他的蝴蝶结很像章鱼脚。结果所以我今天穿有没有？你接受了这个设定？好坏心。不是，这只是 Jelly Cat 的兔子，很可爱。刚刚把蝴蝶结，这只是个可爱的兔。然后就有观太空，恭喜大家！我都有大号的在看，我佛光寺，阳光山可能。加耳朵上的耳饰，哦，很酷。他们说头上这个很像好坏心，宝可梦的好坏心。没有玩宝可梦。我也不知道，好吧。你看，广东的毕业楼了，你哦，他写他们、哦，等一下，他写 Gong， 是他的名字是 Gong 吗？他写了。啊，好可爱哦，这个头是什么？还有外套、帽子，很久以前流行过的。你现在还是吗？它是羊哎，反正就是之前流行过的。它是有在去很多地方，然后买了没有很多东西，但是逛了很久。为什么泰国的校园剧好多？然后我觉得，因为他们，他们喜欢拍 BL 校园剧。不能被切。啊，如果有机会，之前是有袋子的，比较难找到机会。带着出去，那个餐有带，就是去泰国有啊，我觉得要找到是。我想说把它盖起来丢掉，我想说把它盖起来丢掉，不然都是水。还是你要充满？就会觉得如果要来哦，我想说感觉如果有机会，拜拜，所以就问，再见喽，拜拜。我还在吃那个，但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吃。我大概把东西处理完了，真的很开心耶。但我不会想要一个人来啊，因为是我觉得泰国对困难，不会讲太多，没有那么熟。
还是希望下次可以跟你们一起。谢谢小野部的浪漫樱花，可以拍一下老板吗？不行，可以吗？老板在这了，哎哎哎，老板在这，老板，怎么还有老板？看后面是兔子。后面是谁的脚？云爵现在就坐在沙发上。然后你不是哎。然后就有粉丝说，因为你要喝吗？舒服。这是什么？看起来很像老板。什么？对，反正是在讲你，然后我就把它念出来，然后那时候在公司，看起来很奇怪，那种干洗手沐浴露之类的。我在讲他吧，不是哎、欸，是你哎、欸。什么老板好可爱之类的？不是，我是讲什么老板？最后一次，老板你不要误会，老板。好，荔枝口味，我不敢吃荔枝。哦、真的、哦，好吧，我真不敢吃荔枝哎、欸，实的跟口味都不敢。他真的很荔枝，我现在不会喊他老板吧？新单的沙发变成兔子，没错，这就叫做兔子的沙发。沙发上有两只兔子，这叫做兔子的沙发。因为你们很难讲那是谁，就是我也不知道。PP 最挑食，面面第二。哪有啊？今天一直挑食，不是高允爵吗？我吗？我跟你们吃饭吗？什么？谁是 TP 里最挑食的？你觉得？你觉得是谁？林允吧。林允超挑的，是真的。我真的很挑。我去台南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吃。他很挑。他存心想饿死我。高允爵很挑，林允挑的啊。菲尔，抢救菲尔。高允爵，高允爵有跳，但我觉得林允比较跳。高允爵今天跳什么？你说。我要反驳。你说。鱿鱼。我今天。有东西，好痛。有吃东西。我知道。两个废话。我今天买的东西，我100%。香菜，七十都会吃。我河粉吃，我突然变变干了。竟然不是面面，你很挑哦。面面也很挑哦。没有，没有很挑。他是就是，第一名是林允，第二名就是菜，这是什么？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们不分上下。你吃什么？我吃。猪血糕吃吗？不吃。香菜吃吗？不吃，你吃，你吃吗？芹菜吃吗？不吃，那你吃吗？番茄吃吗？不吃，我吃，我赢了。还有什么？芋头，芋头你吃吗？你也不吃啊！我敢吃，我敢。你也不吃啊？还有什么？酱油那个。三手。啊。说啊，还有什么？草莓你吃吗？我，我给林允吃，可以吗？苦瓜，好吃。苦瓜不行啊，苦瓜不行。我敢吃，但是不会吃。苦瓜不能吃，苦瓜可以，可以吃。苦瓜可以吃，好吃的苦瓜可以吃。它是换成烹调好吃的，就不会这么苦。什么？有个苦瓜的。我觉得咸蛋黄炒苦瓜好吃，苦耐吃苦瓜不吐葡萄皮，不太像他在讲那个吃苦瓜不吐葡萄皮，不是吧？绝对不是吧？苦尽甘来，吃了苦中苦，发了人上人啊！不，吃苦瓜吗？我吃苦瓜，不是啊？对啊，苦尽甘。那我跟刘晓庆谁比较不挑食？啥？我跟你谁比较不挑食？我跟你谁比较不挑食？中华不挑食啊！我不吃的、啊，我完全不，我除了我吃夏威夷披萨，猪血糕也得吃。其实没有刘晓晴是他，你要他吃他都会吃，但他不一定喜欢吃。对，我现在懂得我爱吃虾，选择了，以前都吃。对，因为想说好吧，不要浪费，不要浪费。牛舌饼，
吃啊，吃啊。牛舌跟牛舌但，但我不吃牛舌，哦、我还不吃内脏，你吃内脏吗？你不吃，谁不吃？你也不吃。牛舌是人间美味，超好吃。牛舌超牛，抱歉。牛好痛啊！牛好，但牛舌真的很好吃 ，Q Q 嫩嫩的。哎、欸，这里有一个酸辣味。对，我尽力了。刚刚谁闯祸的？对不起大家，我把这边收拾的干净了。你要不要湿纸巾啊？擦一下好不好？大家在干什么？这是哪里？在跟牛的对吧？这是我的手机壳。哎，我这边收拾干净，应该不会动到它。其实想说。Hello， 大家好，今天收看的是牛舌。牛舌 Live。什么相声？牛舌是什么？多只牛吗？好心酸哦。咦咦，还有什么？比较多人不敢吃的蛙腿，蛙啊，羊肉的话，羊肉，我吃羊肉哎，我很爱羊肉。不爱呀、啊？我不爱，我能吃不爱？鸡胗我吃可以，鸡胗可以，鸡胗是哪里？它是高级肾，内脏我不吃啊。鸡胗是鸡胗，我不知道。鸡胗哪里？鸡胗哪里？胃之类的。那我吃鸡胗。鸡爪吗？结果我说，哎，这是鸡胗，还是什么？我不吃肝。啊，我肝，肝我可以吃，但不喜欢。你觉得肝不好吃？我觉得肝不好吃，很沙沙。可以吃，但不好吃。啊，有些肝是脆脆的那个，我是真的不吃，但粉状的，就是黏黏鹅鹅的那种。那因为那味道很怪。我也吃。香菇，我现在脚都酸了。香菇吗？哦，香菇我吃很爱，很爱，超爱。我也爱鸡心，吃鸡心鸡脯。吃都不吃。哎、欸，但鸡脯我吃哎、欸，好吃哎、欸。我觉得虽然很补，但很好吃。鸡脯你不需要补，你知道它会对，但是就好吃。它，你知道它吃下，你没有吃过吗？它吃下去的口感是噗啾，然后就会爆开了，然后脆脆的，噗噗噗噗噗这样，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但是我很少吃，它是外生殖器的外边，鸡的生殖器的旁边，是哪边很红？我记得有一个地方非常红，非常红，看到听鸡冠，听吗？鸡冠。不是鸡冠好吃，鸡冠是胶原蛋白，很好吃。真的，它也脆脆的，真的这个，这个叫鸡蹄吗？我不知道，哎，这个我没吃过。鸡蛋糕，他超爱。鸭仔蛋，鸡蛋糕好吃，鸡蛋糕好吃。鸭仔蛋超饿。鸭仔蛋不行啊！昨天看到那个毛蛋啊，对，那个活的小鸡，那个叫什么？黑黑。就是反正就是它已经长毛了。对，他们叫什么？你们叫毛蛋呢？他们叫毛蛋。我们不叫毛蛋。鸭仔蛋呢？鸭鸡仔蛋。鸡仔蛋。它不是鸭。它是鸡。哎，鸡仔蛋。那鸭子呢？哎，它是鸭仔蛋的鸡，还是它是鸭？黄黄。什么鸡仔蛋？鸡仔蛋是好吃。没有听过鸡仔蛋。鸡仔是什么？是哦，毛蛋。鸡蛋。很可爱哦，什么仔？波仔糕，波仔糕好吃。波仔糕是什么？香港的小吃啊，我知道，我在那个有看那个，对，一个杯，一个碗的感觉，很像蛙柜，对，但不是，对，是刘晓庆做的，哦，刘晓庆做的没有很好吃，它是什么原料？它是那个叫什么？什么粉的，就是反正也是加粉，然后有点像果冻，但是它不是甜的，里面加
红豆或者是绿豆，请看刘晓晴上的美味关系豆、哦、对没有关系、欸、我有看啊我没就看完了你是不是只看我讲话没有在看我做什么我没有在看你做了什么糯米粉哦糯米糯米粉吗可能是吧。我吃芒果糯米，芒果糯米冰好吃啊。冰天可以吃。啊，芒果糯米也好吃。After you。After you也吃啊，好吃。是都没在看你的留言，你太小看不到。哦，好酷哦。是你吧 ？Maybe 记吧。甲鱼，我是我。没有吃过哎。甲鱼是什么？鳖，鳖，鳖，吃乌龟啊！吃乌龟啊！对对对，不是不是，那时候不是玩那个，然后我就在想乌龟可不可以吃，不是吗？然后结果吃的是甲鱼，是吃鳖，不是吃乌龟啊！乌龟可以吃，有胶原蛋白。乌龟肉煮起来很香，是哈、嗯？乌龟可以吃。实验室都不可以吃，还有吃兔肉，还有吃兔肉。哈哈哈哈哈哈！你们怎么混的？你怎么会讲出那么残忍的话？你怎么会在后面去讲这种话？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后面一样的都很好吃，我现在都很好吃。哎，你放开！离开了，怎么可以吃偷偷小心，要去睡觉，小心，很想睡觉。可是猪尾也很好吃、啊。你要去睡觉了，拜拜，大家。啊、宣传一下我们的 VR， 打 我们的出席。我们在明天，明天，今天已经过十二点了，今天开始就可以去那个华视公司。但是小明天，那就是明天哦，明天各位。对，明天1月20号，华视超市，超市，还有某某台跟文总的 YouTube， 没错，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演唱。We are 我们的除夕夜，请大家可以就是去看，对，去看，还有生写真去买，去买。今天最后各位，啊，1月20号，今天。对，今天过十二点，今天，哦，今天的6点前呢、哦，虽然已经很晚了，可能没什么人在看。今天大家买了就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你们会心想事成。你们生写真，我要来念小晴的排行榜。好的，第10名是光泰，谢谢。谢谢。第9名是今天生日的钟怡，生日快乐。今天好多人生日。第8名是大饼，他已经去睡了，晚安。第7名是小易，嗨，谢谢小易。第6名 CKMK， 谢谢 CKMK。他在拍耳。第3名是嘉豪，谢谢嘉豪。第4名是 T， 谢谢 T。第3名是 Himan， 谢谢 Himan。第2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1名是阿纯，谢谢阿纯、啊、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祝年行大运，祝年行大运，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他。晚安各位，小晴台要关喽，拜拜，晚安，早。
早点睡，早点睡，明天也是美好的一天，祝大家可以吃很好吃的东西。有空来曼谷走走啊，各位，我就不回去了。啊，我就不回去了。曼谷啊，对，欢迎 welcome， 拜拜，晚安，新年快乐大家，晚安晚安，拜拜，换我燃念榜了大家，呀呀，这台是不是要嗨到四点？没办法呀，我要先去洗我的酸辣椒，我酸辣椒。嗨哟，大家好，大家涌入啦！你看你的，大家，耶，嗨，又见面了。哦，女朋友吗？哦，我，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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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第几名？呱呱，第十名，第十名是博君啦。第九名是爱吃乌冬面的妙。谢谢。第八名是恩沙卡拉卡，谢谢。第七名是 Derek 维，谢谢。为什么我觉得我字特别小？你是不是有这样子？为什么？圆大。第六名是乌鱼，谢谢。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耶！第五名是羚羊，耶、yeah! ！第四名是呛辣咖喱，耶、yeah! ！谢谢。第三名是黄恩，谢谢。因为我的恩有点脆。第二名是 Jacken， 谢谢。第一名是黑杰克，谢谢。生日快乐，没错，都没有灵魂，没有我很有灵魂。生日快乐，有灵魂都要出来了，出来了，有吗？生日快乐。来起个头吧，三首三首，选一首那种经典一点的，经典一点的，就是那一种经典一点的，哪一种经典一点？我有了，但是我想不到开头，我想这个，我为什么开个头？爱是你的骑士团，爱是你的骑士团，爱是你的骑士团，是你太不是你，是你太不喜勇敢，是你太不喜勇敢，说生命是一人的奋战，说生命。不知道为什么。
下一集中了哦，是被毒。啊好累哦，拜拜，三二一，拜拜，不会再出现的，拜拜，拜拜，